什么歌？一首老歌，来自张学友的《吻别》，送给大家。吻别。还有有在座的现场的朋友喜欢这首歌的吗？有没有？来呀、啊，你和他吻一下。你上来吗？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的歌手啊，所以我不是特别的专业。没有，这里不需要太专业，这里不用专业的，我们就是一个百姓大舞台，大家开心怎么开心怎么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音乐交给你，先上才艺，后说话。吻别，吻别，吻别，先唱。
不好？你想怎样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样。唱的好不好听？唱好不好听？哎，百姓舞台其实嘛，我们那讲究的是一种氛围，讲究的是一种开心。我刚去看一下直播间，他说比那个三个女的唱好听多了，是吗？又被嫌弃了呗？嫌弃正常，别人讲的是实话好吗？别人嫌弃正常，人家唱好听。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比那三个女的好多了。你有没有在榜上？在的话可以点有吗？摄像头在哪？不知道你在不在？我不知道摄像头在哪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榜上，我现在看不到。摄像头在那里。摄像头在那边，如果在的话点一下关注，如果不在的话没有关系。来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这个时间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，给前榜三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帅哥，欢迎你们下次还来我的舞台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现场所有的兄弟姐妹，如果你们喜欢唱歌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，只要在这个舞台，你们可以踊跃的报名，来到舞台上面展示你们的才艺，跟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中快乐的每一天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二轮灯光秀，准备好你们的手机，一起好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everybody， 准备好。